现在终于把重庆大概好多吗？4000。老婆，你也搬了，可以上个厕所。不行了。先眯眼了。今天没有虾仁，昨天去看的时候感觉不是太新鲜，就没有要。然后我们今天成本预计在330，餐子还没支起，看客人都等起来了。大哥，稍等一下哟，我得把我兄弟喊过来。峰哥，客人来了，大哥烧酒哎，加点酱油嘞。老婆在这里刷沙包，拿去走啊。要得。哎，哪个玩意？这是萝卜干。老婆后面还有六七份哦。快点。这边搞快哦，今天生意还好得很啊。你好，现在很多是冬季嘛。冬季。难吃嘛。要得，快去。今天我也多拿点嘛，汤汁儿。老婆前面还有5份，等5份嘛，要得不？要得，稍坐一下嘛。原本准备的3斤肉，两个小时已经卖完了，牛皮锅都已经卖了，今天生意还是比较火爆。你打多了，只要20块钱哦，看得点去哦。要得要得，大哥你打包好一份了，哥。要得。要得。来，小朋友，你的肉炒好了。这鸡肉炒的。一份肉炒。我们这不是牛皮肉，都是夹子肉，都是现场现卖的。姐，慢用哦。那没有食材嘛？10:30我就全部米冲掉，今天猪肉照顾吃。啊，9:30现在已经是极限。下面那只，哎，肉锅了，排骨肉，三份。好，我把三张撑起。好的。真就啃了3口，啃了3口。这搞不行，你知道吗？还有好多人。前面还有15份。稍等一下，啃了3口，把3口。快点，快点，打包了。这边。你吃吗？哎，2份。给肥了，我跟你说。没有。我们一定要煮。给我煎蛋，还有5分左右。还有5分，大哥要啥子？蛋。蛋。这叫蛋壳的嘛？蛋肉，蛋肉，蛋肉。OK。别来了，大哥。放过了，兄弟。最后一份，大哥。今天是我们卖的最快的一天，2.5小时全部卖完，现金收入有378，手机里面有869，又是1290。找门市。走。看多少卡了？给你们两个嘛。看啥嘛？说一下嘛就。那都在整酒了，那你还？看你本。这钱都看过来呀。哎，快管这个门市多安逸了嘛。现在都住宿钱了的嘛。前面有个大。刚背了，其实直接登录安逸，一分不干。快给我们打电话问一下。打嘛，打。转让费大概是好多啊，美女？10000多。租金大概是多少钱个月？2500。我只是仅仅就是把我装修的房钱收回来，晓得不？我们尽快商量一下。好嘛。安到这个地方弄那个啷个，就明显的没气。哎，终于问都没有问了，25万已经中了。18000几个平方。哦哟，弄大。2000多。哦，2000多还好，有转让费行不行？没得转让费的，空的，是我自己的门市。大哥，这个门市大哦，100多方。2000多。2000多。对，贵了点了。贵了点，但是。后面不是只有1000多的嘛？那个可能是有30多方，是1300那个。啊，对对对对。那你现在方便有时间没得？我们想看一下，尽快点落实。现在没得时间的。哇，那个停车好沉呐。这儿藏藏本儿。不用。谁？现在终于把重庆大概好多啊？4000。还剩了点不？没得转让费的，但是我们这还是得装修。我竞争有30多年了。
你这儿把菜头这块是大红的哦。太深了，美女，下面那个煮不煮啊？那个要短点，我看到。要是钱少点呢，生意无所谓。但是他确实我们利用不到那么多，确实用人大。就是那个超市过去了，谢谢。好的，感谢。谢谢。两斤的捆的差不多，就是三十。就是有点甜。今天我们看了五家门面，然后最贵的要4000，便宜的要1300。1300那家我们约好了，明天早上10点去看一下。我们也是第一次摆摊，觉得地摊也不是长久之计。朋友们都帮我们参考一下，针对目前我们到底该怎么做？就是啊，这一杯吃饭。行吧。